比如说我们现在95就是做95嘛，啊，好好，找到位置之后是不是？然后，比如说这边到这边啊，这边到这边的间距，就是每环的间距嘛，19嘛。比如说你不知道啊，比如说你看个大概，比如说你看个18，你看个16，是不是？大概是一个，是比如说我们调个18啊，我们就调18，你第一环的位置找好之后，然后。把这个位置，他说定十，现在不十二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你点击定位。定位。你看18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不对哈、哦。对，在这里不对吗？这不到，十二环位置还不到，就数字太小了嘛，就加大嘛。加大。然后我们再加，比如说一点点加，比如说加到18.5还不对，就加到19嘛。18.5还不对，我们19，再定位一下就对了。哦，这很简单的，就是间距很简单，就一致 OK。哦，你第一个定的就是这里的位置，对，从这边到这边，这只要是你间距对了之后，定位直接定位到十二环，间距调对之后定位十二环，十二环是对的，后面全部就对的。比如说我们试一下啊，定下11环。哦。画面，这个我们再下去，看这个11环，对不对？只要是第一行和第二行。最后一行位置对了，中间就是对的。然后那个夹泡沫也是一样的啊、哦，一定是一样调。不，夹泡沫也是我们自己手动。一般情况下往前面走一点，比如说夹这个或夹这一个，这两个哪个都可以。你这两个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吧？没有区别，上下都可以动是吧？一个进一个退啊。进一个退是吧？然后你也是找准它的位置啊，这个就直接对看啊，对看。找在这个中间嘛，我现在找，找它中间，泡沫升降啊，泡沫升降，不对，不对，好对，再走，好，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好，这个位差不多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坐标是吧？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把数据取出来，记住这边是一啊，这边一，那边二，夹料盘位置，第一个3.1、3.6，哦，我们之前调的是这一个吗？夹的是这一个，是，现在是这个。好，是吧？懂了，直接洗就可以了。懂。现在这个包子可以直接洗了，就不用管了，直接洗啊。我给你演示一下问题啊，好几个问题。比如说这个问题啊。产品有点故障，就是他过来夹这个的时候出现了故障，把这个产品拿走吧。启动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方向也是一样，你要把它拿走的话，这个是放没放下去。还没执行没来。不是，放这边它也出现故障了。你要把它取掉。对，把它拿。按启动机就可以了哈，绿色的啊，按启动机就可以了。装饰性也是一样，我说这个情况啊，它出现故障嘛，装饰性就要故障，取掉是因为按启动机去，你停止运行它也停机，你点停止运行它也停机，你要停它也停动啊，对。还有这边也是一样。过来加热的时候，没加热，拿走它，它启动机就可以了，看到没？那边也是一样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放这个时候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哦，它放这个时候出现故障了，拿走，都要把它取掉是吧？放不到感应器了，控制，按启动机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从哪一步出现了故障，就往哪一个下包机就可以了。